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以十倍的速度接近你，就会以十倍的速度离开你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的人认识不到两天就说喜欢你，交往不到一个月就说爱你，然后在你开始认真的时候扬长而去，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所以有时候宁愿慢热一点，付出真心舍慢热，但是我很保温啦。要爱，有你的爱，有你明白。